我妈带你去佛山玩。妈，你给我看一下小孩，我去现场买个包包。你早点回来啊！拜拜。老嫂，去看我还要不要这小孩呀、啊？有什么办法？小孩不愿意跟着奶奶。我还不知道，是你婆婆不愿意带吧？老婆，我来挖吧，你去旁边休息。没事，这点活不累。阿霞，今天你们也来种菜呀？是啊，梁嫂，你还背着小孩去干活不累啊？习惯了，一个人在家也挺不容易的。明年就梁哥，还是不要出去了。我也想呀，他不出去挣钱，家里哪来的收入？阿梁，老板，你来了。是不是想家了？没有没有，反正工地最近没什么活，等下你去财务把工资结了，然后回家看看。真的吗，老板？那我去了。宝贝，你自己玩一下，妈妈去给你洗衣服。好。认真生活的人总是百般。老婆，我回来了。也知道成年人的世界会在瞬间崩溃，我们都在平凡的日子里拼命挣扎。这龙我请客。看他穿的什么衣服嘛。钱什么时候还的？我两年了，你把我的给腻了。什么时候能挣到啊？这样的杂念从也不是你说的。明天大家能有什么收入啊？不知道回事，我不知道去城里找人吃肉，真的是服了你们。干活吧，我刚才身体不好，你去干什么？谁叫你来这里干活的啦？小孩呢？我去给妈了。妈的身体本来就不好，还请麻烦了，赶紧去接回来。两个人挣钱才能找你们乱烦嘛。帮我来烦，不用你操心，赶紧跟我回去。两个人一起挣钱怎么了嘛？哎，请我多请客。白天要注意小孩不能乱溜，晒伤了眼。老公脸根本就没有过好教育。他在家比我还要辛苦，怎么忍心让他跟我去工地吃？挣钱的事就让我来做就行了。着急的去投胎吗？连路都不看。小桂和他老婆好像吵架了，我去看看。人家吵架关你什么事啊？我现在骑摩托车送我去茶园。你不会自己走路去吗？老婆，把安全帽戴上。老公，要不我自己走路去吧？你每天都送来送去，自己又还要干活。没事，我不累。老婆，你坐好了。一包钱钱挣一百，一手交快，随便都能挣。
哥刚买的新车呀，这么好看。是啊。梁嫂，我去了，等下天都黑了。你先回去，我再踩点，还没挣够100呢。那我先回去了，我老公来接我了。老公，你早就来了？没有，我也刚到。梁嫂每天都走路来来回回，也不见梁哥来接一下。是啊，梁哥一点也不懂得浪漫。老公，还是你好。你们刚结婚懂什么？难道我不想浪漫吗？等你有小孩了才知道生活有多么不容易，柴米油盐要花钱，小孩上学要花钱，父母生病又要花钱。现在有多少夫妻为了生活两地分开，一年到头见不了几次，还浪漫？我现在每天只想陪着老婆和孩子。相信你还在这里。梁哥，你什么时候发工资？全要了。老板，这鞋怎么卖呀？这鞋子20块钱一双。好，来了。给你买了一双鞋，你试下。好了，再去。去卖了点，他定的。心机不够，就会不知道。